第一次来西藏的是1993年。你喜欢西藏吗？哦，很喜欢西藏。对。你的孩子有几个是在这里生的？现在我在三个在这里。我会说一点点藏语。我说 Kerangkusuk Debo Yimpe。哦，我都不懂。你不懂，你好跟我说。我在美国俄亥俄大学，我自己画画。嗯。对，我自己做古董的 jewelry。哦。对 ，so。在北京的时候，我是职员在别的公司。在美国我自己的公司，所以我很喜欢做生意。我看看中国，坐火车去拉萨，对，所以他们准备拉萨，准备很多旅游人、旅客进来。我看西藏的时候，很多外国人、旅客，但是没有好咖啡。好的问题是，确实有钱，钱好用，对，没有钱没有生意。所以本地人有钱，对，他们买咖啡，买好蛋糕，他们买冰淇淋，他们。聊天儿，所以本地人也在外地，那是外地的旅客，一样的，对，就是。所以开公司没问题，税没问题，对，煤气没问题，电没问题，没有了，我的事情在西藏太好了。没有不安全，没有事情，都是好了，人好了，人礼貌，然后也是在政府的单位是没有问题，很礼貌，很礼貌，所以肯定习近平高兴。现在很多新的楼，我感觉的人的生活比较高，越来越好，越来越高，公司的钱，所以，我感觉的政府做得好，然后，客人回来，公司有钱做生意。他们的想法越来越高，对，发展越来越高，对，中国政府很棒，你们做得好，对。我不喜欢住在这个大的城市，我们喜欢住在拉萨，小的，但是很平安，这个很漂亮的。